自拍技术大揭秘，让你拍出美美的自拍照。老人才毕业吧，教你几个呢，就是跟景点拍照的时候必帅的方法。假装走路正常，假装走路，有人叫我，哎，看另外一边哦。男朋友站在这边，是，然后你帮我拿着手机，摄影师都不如。一二三，这我们都是录影哎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厉害就在这里。哇，谢谢。